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我是第三季门徒班代表的学生，我叫 Fanny。在这课程里面呢，给我最大的领受呢，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不断面临到很多的问题，也是我们问题来到时，我们有借着祷告，然后要神来教导我们要从哪里要学习的东西，我们都把它学起来。重点就是要把自己先准备好了，因为全心来敞开投入这个课程，把这个课程放在首位，也能你会发现你能启发到你自己的潜能，而且更了解神的真理和教导。透过这课程里面呢，可以看见自己的决心放在哪里，你是否有没有依靠神，你是否已经交托了全心来依靠神，来顺服神的旨意。也能够借着这一个课程能够了解教会的蓝图是怎样的，也能够体会就是更了解神的传福音，这个救恩要怎么去传福音。感谢第三届的兄弟姐妹们让我有这个机会，也推荐我来录这个录影，也是我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导师们以及带领破冰的敬拜的还有导师们，感谢你们这么用心的来教导我们。在这里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参加课程的，希望你们能够踊跃来这里报名，来这里学习，来开启你成长之路。